大将军有他的难处，当时我们要出兵的话，一定会抚平受敌。得了，别提这说话了。你们俩也是彭城落难，他本来就汉王，你们也本来就汉王，你们还是沛县的老兄弟吧？你们只认得大将军，不认得汉王了。你们俩是一对混蛋！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你说谁呢？我说你！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怎么了？咱俩松开！住手！ 丞相，杨侯英，在。你去禀报汉王，说韩信大将军马上就到。诺。韩信大将军，跟我走吧。 韩信一人进殿。 韩信向大王请罪。请罪？你有罪吗？大王行事紧急，三次召见韩信，韩信迟迟不动身，因此向大王请罪。哦，你心里都明白呀。这么说，你是故意不来，对吗？ 是。为什么？说。韩信自大王败将以来，丝毫不敢怠慢。彭城攻陷，韩信没有及时赶到救援大王，韩信有罪。可是韩信想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先保全大王的兵马。 这可是我们的家底儿啊！项羽攻破彭城，大王或可带着随从脱身。如果这时候韩信带兵而来，反而更危险，没准全军覆没。好，先不说彭城，我问你，
给你的信，收到没有？收到。为什么迟迟不来？大王可知韩信这三个月在做什么？韩信在军水安营扎寨，收拢兵马，总算有点起色。反正却对我虎视眈眈，随时盯着我的动向。我知道大王此时心急如焚，可我心里何尝不着急啊？我就是怕事情败了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我不能这么做，韦将长不能这么做。大王，我们那时新兵多，老兵少，训练不足。如果韩信那个时候分割兵马，一定会削弱防御的力量，范增便可乘虚而入。可现在我们兵马整训完备，粮草充沛，我就及时的赶到大王面前，就是想见到大王，将心里话讲给你听。讲完了。讲完了。韩将军，不要这么着急的回去，旅途劳顿，我看你还是在荥阳多待一些日子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和你商量。另外，大家有些议论，你不要听，不要理他们。统兵讨楚，我不能派在你身边。这把剑你拿着，有了它，就如同我在你身边。自立称王，太可笑了。刘邦真的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他以为自己称了王就能够改变局势，就能够抵抗寡人的兵马了。大王不可等闲视之，刘邦在荥阳招兵买马，屯给养于敖仓，又宣布称王，他这在告诉人们要与你决一雌雄，他是在表示决心。决心有什么用？天下是在战场上打下来的，不是靠嘴皮子说来的。荥阳的城池再怎么坚固，也就是一座城。他拿出这种防守的姿态来，就是在等死。那不如这样，本王就带兵探望他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我大哥，亚父，出事了，钟离昧在齐国受阻，齐国反叛了，而眼下更加危险的是，昧将军的人马被分割成若干的小块，根本无法集中兵力。我回彭城时，不是已即将收复齐地吗？哎，
这齐人简直是太狡猾了。他为了避开和我军主力正面交锋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将他的兵分散于城郭和村落之中。这些士兵摇身一变，都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服，我军根本就无法彻底的分辨察合，更别说击溃他们了。而就在魏将军继续北进的时候，他们又把衣服换了回来，就这样包围了魏将军。传龙驹既不来，我们去齐国，等我收复了齐地，再去跟刘邦这鼠辈叙旧。齐国无利可图了，现在要把钟离昧召回彭城，合力对付刘邦。不行，我和钟离昧情同手足，不能让他冒这个险。齐国田氏就是只老鼠，用这种偷鸡摸狗的打法，简直就是侮辱本王，绝不能忍。子期，马上准备向齐地出发。诺。各位，今后在楚汉之间，恐怕很难再有隔岸观火的中立之徒了。要么就是我们的盟友，我们联合抗楚，共享天下；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消灭掉。汉南将军。大王，韩信担心一旦消灭一个，反而激起其他人誓死抵抗。你的意思是怕他们反过来联合起来对付我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啊。先秦正是面临这样的困局才走向灭亡的。不会，彭城一战已经说明一切。所谓的诸侯联盟靠得住吗？大王想过没有，当我们一个一个消灭诸侯的时候，项羽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一旦被项羽识破我们的意图，我们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。这倒是。那你的意思呢？坚守荥阳城。坚守荥阳城？为什么？荥阳城防坚固，粮草充足，我认为以此地抗拒项羽不是难事。可现在难的是，怎么才能把项羽吸引过来攻打我？恐怕只有一个办法。你是想让我当这个诱饵，对吧？韩信就可以放手去讨伐其他诸侯。你干嘛不直接说？确实，如果我要死守荥阳城，项羽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汉王，在下以为此计太险，稍有不慎会勾耳并失啊。你不了解项羽。项羽这个人，情仇要比他的生命还重要。只要他听说我在荥阳城，他会像疯狗一样扑上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汉大将军，你就踏踏实实收拾各路诸侯。只是万一荥阳城告急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来得及解救我们。韩信誓死保护大王。那就好。大王，还有一件事，为报假借回魏地探视，却在临津渡摆下了阵势，公然对抗我汉军。另外您知道，彭城失守的时候，他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对抗楚军。魏豹这个人很麻烦。大王既然要集中力量对付项羽，臣以为首当其冲的要稳住魏豹。我请求担任大王的使者，前去魏地说服魏豹，要他重新归附大王。说服他
有把握吗？不妨试一试，万一成功了，可以少伤亡一些我军将士啊。这个左右摇摆的小人，我不对他抱有任何的期望，不过可以试试。李先生，你带着使团去劝降魏豹，一旦不成，你马上脱身出来。诺。韩大将军，你就紧跟着李先生的使团，一旦魏豹有变，你立刻攻城灭了他。诺。什么？已经到了帐外了。子期先告退了。范先生，亚父为何星夜赶来？为了霸王的安危而来。哎，哪有如此危急？亚父，你这一来，彭城不就空了吗？哦，彭城无恙。我这身打扮就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，原因在此。哦，魏豹现在是墙头草，风往哪边吹，他就往哪边倒。不过这次他决意要与大王共讨刘邦。哼，魏豹，这只老鼠，我根本就没有看中他。我之所以跟他结盟，是因为魏帝是阻挡刘邦东进的门户罢了。大王所言极是。九江王英布竟然敢不来，他一直成病。这个自私的狗东西，我两次北伐邀他助战，他却只派了2000老弱残兵来糊弄我。彭城之围，他更只派了1000部卒。好，现在一个人都不给我，你说他是不是公然叛变？来人！哦，大王万万不可。亚父，为何你总是阻拦我？大王请三思而行啊！你一门心思老想开战开战的，现在的人各有各的私欲，有些人是不能容忍的。像刘邦，他的欲壑难填，你给他一担稻米，他却要一仓；你给他一仓，他要百仓，永远没有尽头。还有一种人，像英布，你就要尽力地安抚于他。他要的并不是很多，对于你，就是九牛一毛嘛，不足为意。亚父的意思是，让我妥协，让我忍让他的挑衅，是吗？英布只是摆出一个姿态，并没有做出反叛的行动。大王，你忘记了吗？当年咸阳分封的时候，开始他怎么做，后来如何？一个荒僻的九江郡加一个小女子，他就死心塌地的对你了，所以他要的不多。这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是尊严，是脸面，你懂不懂？如果大王你一时震怒打了他的脸，既耽误了伐齐，英布也不会乖乖地把脸伸过来让你打，是吧？我们要保存力量，雷霆一击当要放到重要之地。对英布，我们要放下架子来，我们要派使者好言相劝，还要听听他的抱怨，了解他的要求，同他讨价还价，一边慑于大王的威严，一边又贪图大王的赏赐。只要不被刘邦拉拢过去，就对我们有利。忍气吞声。大王，要用你的威仪使他敬畏，再用施与恩惠满足他的贪心，用更多的胜仗使他胆寒，用使者警告那些纵横之士。当然，你不要指望他会有什么感激之情，
这个立山囚徒，他不懂得什么感情，他的心智像蛆虫一样，根本什么都不存在，除了贪婪、残忍，就是怯懦和自私。哼，像一只虫子，忍气吞声吗？过去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可以豁出命来，可以打一些恶仗，是一只凶猛的虫子。如今他有了尺寸之地，他知道牺牲保命了，而是只断了爪的虫子。这样的一个人不足为虑，不配成为大王的敌人。不过若是这样的人一旦成为刘邦的友军，被刘邦拉拢过去，刘邦是知道怎样驾驭下属的，那他就会变成一只凶猛的虫子，爪子会再长出来的。爪子？凶猛的虫子？爪子？对呀。亚父，我就爱听你这么说话，以前总是说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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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的我都快疯了。我就是要想用这样粗陋的说法让你听得更明白一些。我明白，以前你的说教我也明白，只是我不爱听罢了。不爱听？亚父，我立刻派一个使者去好言劝说，告诉他本王很看重他，愿意跟他分享更多的土地。啊，亚父，那你就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早回彭城吧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好吧。好好好好，早点休息。马上就要到大梁了。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你好大胆子，放肆！大王，不过是个摸手看相的。我说算命的，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？你是算命的，夫人让你摸骨，不用摸得那么用劲呢。哎，夫人的骨相不可言传，在下面相一事，从未遇见过夫人这样高贵的相貌。夫人，您的儿子必将成为天子，夫人，您自然母仪天下。天子？你一派胡言！天子在哪里啊？回大王的话，在下并未胡言。大王若不信在下的话，就请拭目以待吧。夫人，大王，鄙人先告退了。大王，这人胡言乱语，杀了他吧。不，放他走。诺。还有，4万钱。诺。这是吉言还是厄运呢？大王，一个摸骨看相的话你也信呐？啊，对，是吉言，绝对是吉言。哎呀，他说我是天子的爹，那我是什么呢？我就是天，我就是天哪，天哪！报。哎，启禀大王，汉王使者利益姬已经到达城外。来，杀了他。诺。等等。哎，等等。见见也无妨。啊，
我已经向项羽臣服了，如果跟汉使见面的话，让他知道了，他一定会杀我的头的。是死是活也不在这一时啊。见。哎，见。诺。哎，夫人呢？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这两下子，牛，今天都是从我们丰沛出来的老兄弟，凑在一起不容易啊！来，喝一杯，来。曹参，心里还是不痛快是吧？有什么不痛快啊？多大的怨气啊！鲁安、樊哙，在此，我要跟你们交代明白：曹参和周勃是我派他们到韩大将军那儿去的。我为什么派他们去啊？他们忠贞不阿，他们是非分明，他们出生入死。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我下达给他们的命令，所以错不在他们。你们不要有怨气。不过，在此我也替樊哙和卢绾说上几句。这个事儿也不怪他们。你们想啊，我三招韩大将军来议事，他就是不来。你想我能没怨气吗？我能不说话吗？我的怨气自然会影响到他们，他们当然也有怨气了，所以错不在他们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为此，诸位兄弟，我刘季罚酒一杯。大王。各位老兄弟，你们说，我们经过了多少磨难呢？啊，今天我们还活着，不容易。更不容易的是，我们不但活着，还能在一起打天下。生死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没办法控制，可是怨气不该有。有什么怨气啊？都是从沛县出来的兄弟，你们就是我的依靠，你们的和睦就是我的福气，是你们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。所以，你们不要再有怨气了，啊！好，为了兄弟情，来来来，喝！主公请，主公请。好，周勃，在。从此以后，你先留在我身边。樊哙，在。你跟曹参去辅佐大将军。主公放心，若韩信有二心，我第一个砍了他。你放屁！我让你去辅佐，谁让你去监视他的？啊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来来来，来。为了咱们沛县的兄弟相聚，来喝一杯。好，来来来，喝一杯。汉王身为诸侯，无视礼法，不尊儒者，这对于你们来说确实有些过分。但你们想过没有，此为战士，
礼法乃安邦定国之后的巨作，眼下这个时候还是删繁就简为好。你身为儒者却说出这样的话，实在是让人气愤。我只是表达了我自己的见解，无意得到你们的认同。子房大人，子房大人，你方才所说只是巧辩而已，却不像个儒者。我以为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说那些人坚持所谓儒家的原则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顽固罢了。你就是随和吧？正是在下。果然是一个善辩之才。魏王到。气死我了。气死我了。夫人呐，刚才刘邦派了个老头子来跟我说既往不咎。我呸，我需要跟他既往不咎吗？我都听说了。刚才有人来禀报说韩信的军队已经到了临近渡口。那大王觉得谁更有优势呢？项羽所向披靡，当然是项王了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今天的决定有点奇怪呀。过去你不总是跟我唱反调的吗？夫人，我也只是个女人，不要什么事情都问我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！魏王！魏王！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。你即使跟汉王交战，要先放了我。你不能杀我！你吓得尿了吧？你不是说你不怕死吗？你可以来求我吗？你放了我！放开他！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要不你就回不去了。告诉汉王，我魏豹不会为他卖命的。要打就让他过来。哎，还我的酒杯！你们这些说客，只会一哭二笑三耍赖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是我最拿手的，不要在我面前丢人现眼了。我活了这把年纪还第一次看到站在自己坟头的人还这么沾沾自喜。你呀，快抓紧时间吃点喝点，你这个酒樽呐，还给你。哼，这个老不死的居然敢咒我，呸！隋大人，这次我把你举荐给汉王，希望你不负众望，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英布，一定要把他请来。不知大王允许我许给英布什么？只要能把他请来，他想要什么就许给他什么。至于汉王那里，我去想办法。有子房大人这句话，我随和定不辱使命。好，马到成功，拜托了。告辞。Thank you.
果然如汉王先前所料，魏王现在在临津渡已经摆开了阵势，准备阻止我们渡河。还真让我猜着了。现在魏王的大将军是谁呀？是柏植。这个人一无勇力，二无谋略，三无胆量，一见秦军掉头就跑，被戏称为屁股将军。屁股将军，那他根本不会是韩信的对手。等着看吧，看韩信怎么收拾他。大王显然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啊。魏豹的底气不是柏植，而是我们面前这条大河。大将军，我们只找到了七艘破民船，所有的船户、渔夫都被魏王抓到河对岸去了。吴船渡河，长期困于西岸，我们就处于被动局面了。屁股将军，别以为你展开阵势，人多我就怕你。你等着，等我过来踢你的屁股，割你的肉。大将军，我们下面该怎么办？你刚才说找了几艘船？七艘啊，足够了，七艘足够了。找人修复，准备强渡，还有去收集大量的木银斧来。哎，大将军，要那玩意儿干嘛？越多越好，快去快去。诺。大将军，强渡是假，整来了木银斧拿来做成木筏。次日拂晓，你领一队人马悄然渡河，收复临津渡，拿下魏豹。诺。屁股将军，等着我啊！踢你的屁股，割你的肉！韩信亲自坐镇临津渡，静坐在他的旗帜下。汉军士兵将鹰斧绑成木筏子，悄然渡河，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魏王豹。尽收魏地。你还等什么呢？总算这次夫人没让我收拾行装。来不及了，汉王已经进城了。那你怎么不死呢？王先自刎，夫人随即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我可以让你的吗？你怎么这么推三阻四的呢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下来。爹，爹！夫人，我舍不得你。你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如果我是男人，这一刻就算兵败人亡，我也不会觉得耻辱。你没有被俘，没有被辱，像王一样的死去，你还不满足吗？别动，别过来，别动，过来，先放下。在这等着，跪下。我要见汉王。你有什么脸面见汉王？别碰我！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当初与汉王一起高举义旗，共讨杀夷帝者，可是你投降项羽，临阵倒戈，据守魏地，对抗我们汉王，论罪当诛。汉王呢？大王到。汉王，汉王，饶恕我！魏豹，
打仗是男人的事，你们绑女人干什么？把她放了。诺，别碰我。魏豹，你是想活呀，还是想死啊？